用蜡笔小新声音唱一下。不行，这首歌太高了。学干嘛？请说一句，记到我家楼下。写个告白，都说的结结巴巴，还有那些恋人的话。救命啊！别折磨我了，出门收到康乃馨一大包。你是想怎样了？还来不及说话，心里的你已经彻底麻烦了。大叔啊，求求大叔啊！其他人，哎呀，你说啊，你说啊，你说的话出大毒蛇了。大叔啊，哎哎，大叔啊，难道求求惩罚表不会被骂？哎呀，你说啊，你说啊，有恋爱公式解读的话，幸福会不会欧巴大叔啊？大叔高举高跟鞋和咒，说等到神灯出现，就许下三个愿望。希望世界都和平，第二三个愿望就是希望世界加加薪。 Oh my god， 到底想干嘛？情书已经寄到我家楼下，写个告白都说的结结巴巴，还有那些恋人的话。救命啊，别折磨我啦，出门收到康乃馨一大把。你是想自由啦，还来不及说话，不要跟你。行行行，我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什么？什么？土豆？大叔啊，求求大叔啊，不要吧，不要吧，知道啦。哎呀，你说啊，你说啊，你说的话就他都笑了。大叔啊，哎哎，大叔啊，难道九九乘法表不会被骂？怎么回事？刚刚还有五分钟，现在怎么5小时了？什么情况？